阮做前人的，前人就是讲咱的一雕像庙顶的所有的红啊、灵啊、风啊、历史啊、文化、啊、风俗啊，拢伫顶块，阮做迄款的。但这一款的啦，其实人人讲啊，唔是讲伊迄个做咧，迄、那个做安尼，我对做安尼，迄袂通过。我是啊，对做安就是伊有内容，我该当对做。你若无内容，我唔做。所以你若一间庙宇啊，伊个猫啊，甲伊庙北啊，迄就是一间典故啦。你若看有迄个形啊，咱字有字啊，文有文啊，景有景啊，啊形有形啊。啊，我是观形咧讲话啦。迄、那个形出来，我就知影讲啊，这人诶生做安那，啊这物件生做安那。我就爱把这个内容讲出来。庙身有啥？身有山，迄、那个形啊。啊，山身有啥？身有动物。所以一条一雕起来啊，啊，我咧出去，应该要是烟尾嘛，下面就是烟道，烟道就是咱接的，烟道只倒落去啦。啊，就那种两只动物哦，尻川骨、尻川马呢，啊，伊比较两条规段，就是个脚啦。这是一款形容啊。啊，较早我想我咧讲雕朝天龙哦，上个朝天龙就是。万物向顶观的啦，就是万物朝天啦。刘师书写写有当吹啊，你家个资料吹，你来做刘师，你就我会甲庙方讲，你若想妈祖庙，你要做妈祖的经历也无要紧，压数刘师拢无要紧啦。因为我是压数无一定是假啊，刘师无一定是真的，刘师是真名咧写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阮咧做这個，阮来去找这物件，找遐清出来看。哦，人较早老早咧传落来，喂。拢考试嘛，啊！你考试无坚固嘛，所以我就去买册。我从民国69年，我开始我提提中学时吼，我就开始咧找这册啊。古文观止啦、雅经啦、书册啦，你连阮咧册拢是啊嘛。我什么拢无爱搬厝，什么拢无爱买，因遐我未使无爱，因为遐遐我要食饭的啊。阮老爸做这個啦，啊！我自细汉啦，我自细汉我读无册，但是我会用锄土人啊。做名啊！我自国民党，我就开始做名啊。较早阮台南茶店哦，饼店拢有茶八色、茶香、茶饼嘛，拢大香哦。啊，改了万川饼店，啊，就来阮隔壁是林高店，伊做名啊，做八仙嘛。啊，一块饼茶钱，一块下一身啊，茶饼。啊，我怎么细汉哦，伫遐学锄头，锄头讲唔难。我做个他们伊要收成，伊较早一身2.5元啦。啊，2.5元用啊无材料伊出来，我叫我甲做工啊，一身5角啊，过门头我就来赚迄个钱啊。啊，到我就有迄个基础嘛，啊基础我袂用挂玻璃刀嘛，袂用撬花丝啊嘛，较早我用手的嘛，即马手了，即马我会用撬花丝啊，会用挂玻璃刀，我14岁就开始落做啊，啊一日做二做，做啊到现在16岁，较做收入天大，食甲死有甲死，我所做的物件我坦白讲，十那想十二生肖十二块。因为是啦，我讲个做做，话感觉话感碰着，讲袂歹哦。但我咧会比较看起哩，也有欠点。逐场我都有欠点，无就是乱出米个。迄有欠点就是咱有个空间啦。我即马讲个意思互你听啦。人个警号码，你来警车牌、警啥，我绝对袂使警，我无警局数，空个袂当两个九个，二个袂当两个合数，袂当两个七个，加起来九我拢袂用。迄个叫局数啦，否极泰来，物极必反啦。所以你就无空间啦。啊，咱就像咱人咧食饭，食七八分饱，唔忙食真饱，食真饱人艰苦啊。安尼你若食七八分饱，咱要有成就。所以咱人徛咧啦，徛足悬啦，家己爱降低，像竹啊、竹藤、伊枕头，这就是基本的原则啦。原始建立用碗背，咱较早食饭围啊碗背嘛，捡起来咧做个啦。原地啦吼，诶寺庙啦，拢用这个碗咧做啦。爱是咱用这碗啦，迄个废物利用啊。就讲咱较早食饭啦、猪啊啦、牛啊、干啊啦，啊，派讲个话来咧做个啦。啊，即摆咱用塑胶袋子啊代替嘛，无迄个物件嘛。即摆若要做碗盘，爱煮饭者，看要用啥物料，咱家来煮。即啊，唔惊风台。你玻璃即做较紧，即个做较慢。玻璃包到挂压落就一个新品嘛。啊，你即袂使，你咧袂压落，一定爱过时啊个。逐用都爱过时啊个，爱经过时啊个啦。安尼所以伫咧做成本较悬啦，啊，但冻较久。但你也看起来哦，伊这伫下面哦，未做像薄遐轻啊，遐轻发酵嘛，像我上三百二啊。啊，伊做这个较稳重。你若伫室内啦，冻几百人诶。啊，你若伫吹风房里底啦吼，冻3-5十人拢会啦。因为伊较未逼你嘛。你咱即落天哦，落雨啦、冷啦、热啦，迄玻璃壁啊。啊，你风台盛落哦，
伊个灵气哦，较灵气顶悬迄样规拢会动个。真正像这亲人啦吼，爱若要挂头啦吼，往头另外做，做拍底，做身躯挂头，拢爱遐三工，一准爱遐三工啊，红个头。你即摆去庙咧看，我即摆是大城咧看嘛。你若看厝顶红个头拢买遍个贵啊，迄一粒十块啦，较早啦。啊，我若一包做两粒尔啦。啊，我一工个工资贵，两粒较会好。啊，伊迄个你红个做起来，普通个样子，红个头较重要。红个头普通做这样个样子，啊，所以卖去买遍个，一来方便，成本阁轻。啊，我自开始做这啦、個，我红个头毋捌咧买。我红个头做起来就像日清牛仔。啊，新我做红个头，我爱家己我做，啊，较好斗。普通我即摆咧看个啦，伊拢买遍。你若看迄个庙顶红个头，逐日拢白色个啦，迄就是拢买遍个。你若要开始要起，爱下土，爱动土，动土后尾啊收煞下土安尼尔。啊，阮咧既然动落啊，顶悬拢会做起来，你毋要搁伫安尼啊。等到规个完成，庙方业主伊要下土下一摆安尼。我若会记一个历史上个耶稣会记一个，我来做啊。袂记一个，我著找车来做啊。啊，找车来做，我著爱先拍一个草稿啊。哦，伊人红个形体创啊，我带家己用炭笔啊，用啥拢会使，用迄落粉笔嘛，马紧，淡涂块画一个草稿。哦，啊，草稿画起来差不多较好甲做。普通拢人做啊济，因为动物拢一寡吉祥动物嘛。啊，人物是拢做历史性，有戏出个，有戏出啦。啊，你动物是塌个尔，像兽类他们鸟，我哪会夹做伙？迄个爱有成语，像梅花弄影啦、英雄夺菊啦、金马玉堂啦，即哩一路连理啦，三宝春到啦。我就足重视这個，我若无做着，我若无想无物件，我就唔敢做啊。啊，伊即马叫我去查核，嘛是爱我想伊这個，讲你叫做人来问看伊在做啥，伊就讲袂出来，真正，伊无内容嘛。啊，今仔就讲我今仔要做工课，我是三不做，讲我今仔。想不到讲我写的，我刚开始写给业主，互你看。你若唔看，我唔做。我讲你听，你若听无，我唔做。啊，我若所做嘅物件，不管上来问我，我若讲未出来，我有哪唔做啦？讲即个责任啦。所以我要做行业，我唔要做足济、足复杂，我做较少嘅，啊，较有内容嘅，因为我开始做嘅啦。头到尾我做，我绝对甲你负责。头到尾啊，无唔相信，你叫别人来做嘛，叫别人去讲，看几个人来讲这个嘅，未当来交代再清楚。文山风水地啦，捌了几个啊？江道满天下，得道高，迄阮较早师傅讲的。我咧讲话啦，地面师傅足济哦。我咧应征遐济三四十个师傅啦，我咧讲话因也无一个听有诶，所以我感觉足寂寞。啊，我讲话听有，我倒落一个听有。柯焕丁也捌哩，柯焕丁就讲台湾全省师傅，我认定伊真正师傅，剩诶我无认定，伊咧道啦吼。伊做肉个做大肉，伊个大咱政府有甲保存，伊信完奖个有够价，出来无够价啊！真正，伊会做会话，佫会讲，所以我谈伊讲话哦。我你讲文字来搞好问，因捌就捌你汉人西啦。伊即马九十几岁啊，较早七十几岁时，我谈伊讲伊甲形容我一句话啦。伊形容我怎样？台湾西无一个像，伫出第二个像，伊鬼神看着惊啊！伊甲形容安尼，但是我也形容一句话啦。我甲迄个写小姐讲啊，讲我同汉人西咧讲话，我体会讲百字句不达一字音。汉人西九十几岁啊，这个色啊吼，以前啊做佛头青，光看未呀，看未深。迄不做，迄个词就变不做，就搞到去色啊。所以伊的名称啊，八卦牌佛头青，佛陀啦，佛陀青的这色，哪色的啦？你咱的所有即卖色啊，安怎出来？这是未放着。你若无迄个粉哦，你无多放着这色。地好，他们穷啊，穷啊，就四季如春啊。所以有时啊，你啊看人庙顶啊，真念哦，会唔知影哦，会化生你穷啊，叫侬用黄色的，无穷啊，穷啊，就搭落来，靠变咖啡色害死，啊，无伫树啊顶面啊，伊四季如春的穷啊，长寿啊。